蔡益成、严义伟，不要尖叫，不要尖叫。我们要去钓虾子了。哎，怎么拍照？后面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准备去哪里钓？来福。马赛克。我去。长得丑的都马赛克啊。我这一台我还不太会用直播，它有直播功能。今天要去七堵快乐城钓虾，包场。来走走走了，我们过了这条路，上去，上月台啊，第二第二第二，后面啊，走啊后面啊，哎这一站这一站啊，在这一台上车了哦。百福站哦，百福站下车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因为这里有百福车站的字，所以我在这里录一下。快乐城钓虾场。他在帮你们量水深。哦，好。你们就坐那边。来，往前走，是一人坐一个位置。来，往前走，一个人选一张。桌那个，你想跟谁一起坐？这里是百福的快乐城钓虾场，今天是312的仅此一届杯钓虾赛。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哦。好，东西放在你那边，先不要拿杆子，保持安静。还有其他钓客，选手就会。你会害羞吗？老板正在帮他们调水深。今天快乐城让我们有一个包场，一个池子。仅此一届杯比赛开始。这是312班仅此一届钓虾比赛，比赛开始。啊，自己解啊！自己解啊！我忘了解。手抓着啊！还是怎么恐怖啊？赶快自己解，自己解。哎，汉堡也中了。这两个女生不敢解。玉溪，你有没有中？赶快专心看浮标，还有没有饵？还有吗？好，继续继续。林一先一下机会。零。你猜？什么？你两？一。你假菜。才一哦，那那个丁伟呢？零。加油加油。吴心如，你现在几只了？那你直接打我。吴心如掉两只了，是不是？吴怡婷小力一点了，掉飞天虾哦，虾子都飞出去了，这不是丢。吴怡婷，去拿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丢铅球。难解啊！把他那个脚抓住。把他那个夹子抓住，然后解开就好。好了，你赶快解。钩子在哪里？手拨搬开来，把钩子弄开。钩子。抓钩子，转一下就出来了。要转个方向。第几尾了？第一尾。第一尾，放好放好。好下去了。博安几尾了？一尾。一昌还打龟对不对？对。又掉了。搞不好今天冠军是婉婷哦。婉婷三只了对不对？来解开，对，抓钩子不要抓线，对，
转开，转一下就开了，要用力。好，另外一钩嘞。OK， 因为第一位，你要注意看啊，你的目标都拖走了，你还在发呆。不要一直他，不要一直他。来，我帮你猜啊，让他夹，不会痛，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我不会痛。好了。因为你又中了吗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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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来，帮我拿摄影机，拿着，拿着就好，我来帮你解，搞定。刚拉上来，不然会掉，勾到手而已。你会怕哦？直接帮他拆就好了。几位？三位。三位，三位还不是第一名？有没有人四位了？拉过去那边解，对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汉堡也是领先集团哦，第四支，邱仁逢同学又一位，蔡逸臣也一位，不要尖叫，不要尖叫，哎呦，都是自己猜，自己猜。老板放虾了，赶快来钓！赶快钓，赶快钓！哇！要用这可以解了啦，不要再给他剪。你要那么怕他夹，那夹也不会痛啊，我觉得。啊，我的眼睛。那不会痛，不会被吓到。我要看，还要喷虾卵呢。好冷哦。好，剩下最后十分钟，我们三一二，仅此一届杯钓虾比赛即将结束。好了，我们倒数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来，停！来，杆子拿起来，插好。是那个玉轩是几只？七只。七只。你呢？雨桐呢？一直在那边，一圈几只？一圈五只，六个人以上一组哦。十五只，几个人？六个十五只，拿桌椅，拿桌椅，不用了啊，丢上去盖起来就好了。桌椅，他一直跳，一直跳。那你这有盖子啊？没有，因为还没用。还要再找到他的车来盖盖子。多斤？你们这样算一算几只？我不知道，我五只啊。什么？我几？我五只啊。拿去把它盖起来。头前面那里，那洗一下，洗一下哦。姿色呢？几只？你们是几只啊？这边十九二。待会老板说会再送我们一些。啊，都吃泡面，虾子钓太少了，都吃泡面。小梦，待会老板会再多送，你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。多送虾子。对，他老板会送。装啊！哎，你们先分小梦吃哦，知道吗？
我们一组拿个四只啊，老板再来啊。好了，超过一只没关系啦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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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，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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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里面没有钱，要站在零招力。OK。亚军。哦。我也是选小火猴。OK， 其实没有龙的话，亚军。亚军。快点快点，里面没有钱，钱在招力。不要。亚军。亚军七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七只。OK， 好。来，七军。基金也是跟亚军一样，七只并列。好。